接下来这两位是张恩华以及黄义婷，两位好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会很紧张？我非常紧张。为什么？哎，你是哪里来的朋友？口音很特别。我是混血。混血，混血，混哪里？美国。美国的朋友，你好，你好，也看得到我们节目，还是你住台湾？在台湾看过，在台湾看过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想来参加，对 对, 对，所以今天是自弹自唱，对，哪一首歌？一个每一个人知道的歌，就是《朋友》。周华健，哇 ，Walking 的歌，哇，待会还要带动大家帮你打拍子啦。那另外，黄义婷有睡醒吗？哎呦，觉得你好像整个是刚被叫起来这样，刚有在后台度孤哟。嗯，没有。哦，那现在心情是平静吗？很紧张。很紧张啊。嗯。你也是混血吗？我不是。你怎么有一点很紧张？也有一点老外腔的感觉。今天带来什么歌？嗯，黄小琥的《没那么简单》。你到底是不是混血啊？不是。你哪里人啊？我台湾人。真的吗？台湾人怎么讲话有一点哦，一婷，嗯，没那么简单，没那么简单。好，你要改歌还是可以，这首歌很难唱哦。啊，不改了，我想唱唱看。好好，哪里人啊？台湾人，台湾人，真的很像，人不觉得他有那个被对手影响到了。好，我们先来听听张恩华的《朋友》，欢迎他。来自台南的混血儿张恩华，海选时就是以自在的弹唱吸引评审注意。今天的 PK 赛，他将以自己最拿手的歌曲迎战对手，他的演出能获得评审肯定吗？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厢情，一杯酒。谢谢张恩华的演唱，接下来黄义婷。